大家好，这里是旧金山，我身后就是中国代表团此行在当地的下榻酒店。当地时间15日上午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、美国总统拜登在位于旧金山西南的菲洛里庄园举行会晤。这是自去年11月印巴厘岛会晤后，两国元首的再次面对会晤。这也是自2017年4月以来，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在美国本土同美国总统举行会晤。这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性意义。